口袋又没钱了，再来领钱吧，领个10万如何？才不用一直领。那边有一台 Jimny Suzuki 的小吉普车，发钞中，请稍后。吃饱了，钱也领好了，一个月赚3万，就是要领3万，就是要给他花光了。回去睡午觉。今天是1月25号，明天是我的生日，今天是我29岁最后一天了。明天吃大餐，所以今天领个3万块。不知道3万块能撑多久，可能1个月吧，哈哈。今天中午还蛮热的，天气不错。工业区的干妈店又到了，这里干妈店。我北在固店，拜拜喽。